从受精到现在大概发现，我跟人家说哈，如果我们里面我没有信这位主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个灵的话，我就是一个活死的。对，我们是满了黑暗。所以我现在在喂养的时候，我都会跟姊妹说，想想我以前的生活，我实在是一个哈十恶不赦的人，是满了黑暗的人啊。然后姊妹都说你把自己讲得太严重了，我说真的。我说哈，今天我们要信主，我们要顺服下来，我们必须先看到什么？我们什么都不是啊。大家如果在跟主祷告，你说嘛，今天我们有没有嫉妒？我们有没有有的时候，好，我这个人是个很正直的人，但有时候我会达目的的时候，我会耍点小手段，都会，这就是我们这个人。我们这个人哈，说真的，如果不是有神的光明照，像大树的扫罗一样，我们哪看得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？是。所以当我信主之后，一直在操练我的灵。壮年班回来毕业之后，我甚至问青年人说：“哎，你们在青年班是怎么操练灵？”哦，主啊，那哈利路亚，我就真的在化妆室一边走就一边呼喊，哦，主啊，那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我甚至呼喊到，哎，走过去有两个小姊妹说：“你是基督徒对不对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她说：“你是在主的恢复对不对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所以我就觉得说，这样一路的操练下来哦，这个人真的是大大的转变。阿门。我就觉得说，主啊，每天我都是要成为一个活在灵里的人。阿门。然后呢，像我今天特别忙。说真的，今天六点半的那个导言背讲我也跟，然后呢，到了七点呢，二十年读经一次我也跟，然后到了月姐跟我说的时间我好忙，但是我昨天就跟主祷告啊，说啊，我今天是非常繁忙的一天，但是很有意义的一天，主啊，求你来当我在我里面，你安家在我里面居首位，你来安排我的生活，我今天的时间就刚刚好，恰到好处。然后我就跟哦，我这个八点半还有个追求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说主啊，我们需要活在灵里，在灵里我们看什么都是顺的，哎，什么都是美的，都是好的。就算今天有人说负面的话，你的灵在灵的指引之下，在灵里跟你说，你绝对不会有什么感觉的啦。Amen。 今天我们在这个八点半的追求在讲，就是基督的十字架。哎，我们就是灵前第七天的生命途径，我就觉得我很摸着。我常常告诉自己，余修荣，你是已经死了的人，我们的旧人就是已经死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当我们被摸着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撒旦的攻击。我就常告诉自己，余修荣，你是已经死了的人，阿门。你怎么会在这在对神以外的人事物有感觉呢？哦，是的，主啊，我是已经死了的人，我要看见我的旧人已经是死的，我才会活在新人新样里面，我才会坚定持续的活在灵里，每天操练，让主来做我的生活，做我的一切。Amen。 我就觉得说，哦，我现在的生活哈，我们必须是这样，才是一种享受生活。主的安排，就算在不好的环境里面，我也是告诉主。若是这是你所许可的，主我就是阿们阿们。我觉得在我的这个生命长大，我就慢慢慢慢的就很享受生活，也不会觉得说我是在过生活很苦很辛苦，也不会。对啊，我就觉得说感谢主啦，让我都有这个机会，抓到时间抓到机会，我就来参加。阿们。如果没有办法来的时候，就是我有请求了。阿们。感谢弟兄姊妹对我的包容啊！我过去大家都不敢跟我讲话，都看到我就很恐怖。不是，那是我的旧人，我现在是新人。阿门。